是那个绘图板，我自己也是用这个牌子 WACON 哈、哦，这个牌子的绘图板哈、哦，我现在自己用的是这一款哈、哦，我自己用的是这一款，因为我就是看着电脑荧幕，然后手拿着绘图板在画。所以我大概就是买这个，但是我眼睛是看着电脑萤幕。但如果你如果没办法眼睛看着电脑萤幕，然后手这样画，你可以买直接画在上面的。我看一下，好，但是直接画在上面的，它价钱会比较高。哦，讲一下价钱差呢，它价钱就是第一个是大小，绘图板的大小。然后你看到现在有这个第二页，它是有图片，就是有东西的话，就它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画，它就会显示在电脑上面哈，这样价钱也会比较高。好，这就是直接在上面画画，好，然后就可以到电脑，可以到电脑里，然后像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显示图片，就是你的眼睛是看着电脑，然后手在这边画。这个牌子我用的很顺，就是很顺啊，它感应度也蛮好的。好，比如这个，好，你看这个有显示，你们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画。好，然后它自己有内建的那个绘图软体，好，你看就像这样。比如说你没办法，你就直接画在这个上，它就直接显示在你的电脑萤幕上面了啊。所以万一你就等于说直接像在画图画，就直接会到电脑上面。好，这个是蛮方便的。好，然后你再搭配你刚才用的那个 OneNote， 好，应该很快就可以画了。好，因为如果你一直用滑鼠在画，手会容易受伤。所以如果我是觉得这个也不错，好，都是买绘图板在使用。好，给老师参考。